打开吧。我的确未亲眼见到你夫人杀人。我闻声赶来时，大殿里只剩下她和那具尸体。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贤王来过，便让他们先行从后门离开了。后来在检查后门时，的确发现了破坏入侵的痕迹。在贤王带来的一堆物件中，我发现了这个箱子，但并不知道它从何而来。多谢殿下肯说出实情，今日沈某多有得罪。大哥令好自为之吧。如贤王有半点差池，我定将你监看皇室一事告知太皇太后。殿下以为沈某有这么大胆，敢自作主张？但愿今后多一些清静的日子吧。殿下不想知道当年锦绣方案的真相吗？知道真相又能如何？死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，逝者已逝，已得安息，只不过是安慰活人的一句话罢了。那个案子究竟如何？当年无人敢查，今日又能怎样？沈都今日许诺，会将当年之事一查到底，还殿下一个真相。好，那我就等你的真相。贤王殿下，这明圣观乃是是非之地，若让太皇太后知道你去过那里，必定会给你一个结党营私、谋逆不轨的罪名啊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当年姑母就是因为一件衣裳，竟引发了锦绣坊的血案。贤王慎言，慎言呐！你刚做了件赈灾之举，让太皇太后心悦，切不可再犯一些让太皇太后不满之举啊！不禁细行，因小失大呀。沈度早已知晓此事，却未上报，心思够深的。眼看天都已经亮了，沈大哥令怎么还不回来？差不多了，敌人。还真是头倔驴啊！我记得当年，你可是栽在沈度手里的，现在倒听起他的话了。太皇太后手谕，令莱中丞四时提审，时辰未到，不得提人。哼！一良人，胆敢阻拦御察司办事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头到底有多硬。莱中丞好威风啊，但似乎心急了点吧。替太皇太后办事，自当竭尽全力才是。太皇太后手谕，明圣观一案疑点颇多，现转由内卫府全权负责。
彻查到底。沈大格令，兵贵神速啊！撤。怎么还不出来啊？保佑保佑，快出来啊！哎呦，刘娘，你总算出来了，你都快担心死我了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啊！不过你能平安无事出来就好。哎呦，你呀你呀，查什么案子，把自己都给查进去了。不过你能平安无事出来就好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一听说你杀了人被抓了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赶紧多走走，去聚会去，再转一圈，再转一圈。我福大命大，这不是案子查清了，我就被放出来了吗？要不是人家沈大格岭去找汝宁长公主说清了情况，又把名声挂后门外林中陷害你的人搬运尸体的箱子给找到了，你以为你能这么轻松就出来啊？他去找了长公主啊？哎，你刚说什么？搬运尸体的箱子被扔进了林中？嗯，不对啊。什么不对啊？你肯定是被吓坏了吧？没事了啊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徐大哥还有江郎行他们去追查新的线索去了。我听说那个死的陈家老奴，趁着陈守节糊涂的时候，一直盗取陈家资产，后来被陈夫人发现了，这才卖主，不知道勾结了外面什么人，下了个死手。可惜死无对证了。林庆。大格岭，你是来接六娘回府的吗？回什么府？我现在干劲十足，要去查案，给自己洗清冤屈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从现在起，不许查这个案子了。都已经查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让我退出，我能撇得清吗？还有，那个陈家老奴的尸体应该就在刑部，我必须要从他身上找到线索。我说不能查，就是不能查。真凶利用陈家老奴引我到明生观。明显就是想引我去怀疑汝宁长公主。汝宁长公主多年未出明生观，是什么人连她也想拖下水？够了。是因为可能与皇室有关，你才要我放弃追查的吗？此事交给我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只想还案件一个真相。既然你沈大格岭畏首畏尾，畏惧权贵，那好，这个案子我自己查，你沈都沈大格岭就尽管走你的阳关大道就好。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。你不是一直很怕被人连累吗？那你我现在就合理，到时候免得你写一份认罪自白书。六娘，该怎么办呀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也是。哎，沈都之前查看过尸体，他的鞋底没有沾上林中泥土，是死了之后才被人送到明生观的。发现，你们来闻。这个味道是延缓尸体腐烂用的。早在我到陈守节府上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了。后来发生的事情，虽然是我亲眼所见，但我也不能确定就是事实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见到的都是幻想？那是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什么一种药物，能够如此操控人心啊？世间之大，万物之奇，只能说远在我们掌握之外。还有，我更担心的是，
这个家奴所用的延迟尸体死亡时间的手段，同当初唐大夫人所用的一样。你相信这世间会有起死回生之术吗？你是在担心陈火娥会跟人们说的那样做到死而复生？是。我不信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真相。所以你就和夫君吵架离家出走了？嗯，哎呀，我就是怕如果以后没有白无常罩着，你被人欺负怎么办？我怕什么？我不还有你们呢吗？你要是回家被你娘知道，肯定得骂你一顿。放心吧，我早就想好去哪儿了。这里可放着刑部历年来大小各种文案卷宗，我就不信找不出些线索。严书吏，季大人。怎么这么晚来史册库？哦，季大人，我想找找看锦绣方案件时间前后的所有记载。你掌管史册库多年，知道在哪边吗？锦绣方有些年头了，或许在那边，你可以看看。多谢。这个味道在哪里闻到过？严书吏，小心火烛。多谢，我会小心谨慎的。怕被人连累吗？那你我现在就和离，到时候免得你写一份认罪自白书。娘，橘子，墙外的橘子树的树枝刚好落入园中，我知道娘喜欢橘子，特意摘了来。我让你写的东西你写了吗？我不会写，我也不能写。我爹一辈子为官坦荡，不曾做出一丝一毫违背沈家祖训的事。父亲是被人陷害的，我怎么能替父亲认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？住嘴！你是罪极之身，倘若不与沈家划清界限，那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了。你可儿子怎可能为自己一人苟活，让父亲遭世人唾骂？与其如此，我宁愿同父亲一样以死明志。可要是连你都死了，那这冤案可就真的结了。沈渡，你难道真的要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永无瞑目之日吗？你要是不写那自白书，就从此以后再当无我这个娘了。为了你爹的清白，为了给沈家证明，就算再难再危险，你都要走下去。